由金钟势力吴康仁搭配新生代女神邵雨薇的偶像剧《极品绝配》，开播以来收视屡创佳绩。上周17号播出第三集，收视率更是达到2.14，突破二字头大关。其实该剧除了吴康仁纯熟自然的演技和邵雨薇魅力十足以外，配角吴康仁的新宠刘书鸿更是大亮点之一。有汤包王力宏和牛肉面王子封号的演员刘书鸿，这次在《极品绝配》中饰演主厨吴康仁的贴身特助，每次跟在 chef 旁边，默契十足的一搭一唱，两人还时不时撒娇互夸对方好帅，让人忍不住直呼刘书鸿你才是女主角吧。在这部戏中，刘书鸿90%的戏都是跟着吴康仁，他不会演一开始跟着师弟对戏真的很不习惯，也有点排斥，因为每个人对角色都有自己的想法。然而后来他慢慢发现吴康仁看本看得很细，每次在现场看到他在做剧本的功课时，头上就已经有很多画面了。刘书鸿表示自己能跟吴康仁根本赚到了，也经常在脸书上谢谢哥教他好多，愿意带着他打仗。而刘书鸿的用功也让吴康仁赞不绝口，日前他就感性在脸书上夸赞刘书鸿是个很不错的演员，不但很有自己的特色，也很用功，几乎不太 NG， 口条又好，两人无论戏里戏外你一来我一往，也成了另一种极品绝配。